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推行租税宣导，这次特地邀请国内著名的蓝洋舞蹈团到七堵演出。八月一号开始，只要凭三张七到八月份的统一发票，就能兑换一张门票。国内著名的蓝洋舞蹈团精彩的表演，渴望在八月十五号晚上七点，在七堵区行政大楼五楼活动中心看到。这是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主办，七堵基征所承办的租税宣导活动。八月一号开始，只要三张七到八月份的统一发票，就能够到基隆地区国税局所属三个地点兑换一张无影药机的门票，每人限换两张。各位乡亲，就是凭从明天开始，八月一号开始，凭那个三张统一发票换一张入场券，除了七堵基征所之外，到信义基征所、到国税局基隆分局都可以换票。而换票当天在七堵基征所申请手机条码成功的民众，也将获赠精美宣导品一份。记者吴俊松采访报道。